请堕落，因为哦，这时代无同款，对这爱情的观念拢无同款。你伊哦失恋，你要安那？你要安那？要那个灌溉？无要紧，下一个会更好。哇哦，加油！这想法足现代的啦。哎呀、啊，外久无结婚啊？还是袂外久？拢唔捌了，你就是三十外年嘛，对不对？你啊，缘投才二十几岁呢。缘投干那许孝顺的，哎，都切错两个啊！喂，别个讲啊，全世界拢知影。我你讲啦，我你讲，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希望讲哦，把家己胸腔当作一面墙，会当互别人哦真安全感，互人挖苦，吼，做别人的安心甲放心，唔通做别人的担心，安尼了解无？大概，希望你加油，早日找到你的意中人。安尼今日点一首歌来感动伊好了。哎，点失恋的一生，什么人发的？是宜君的新作品《凄暖的一生》。来，掌声鼓励，宜君。一生为啊，你走动；是男人一生为啊，你太加工。希望你会当坚强，唔当懵懵渺渺，唔知乌白撞。是啦 ，OK， 好，加油啊！少年赶紧找到意中人 ，OK。下面要来介绍这位呢，啊，这位好朋友吼，我今日直接看到伊，我撮一个呢，吼，这位呢黄大哥，会使讲吼，我捌的人当中吼，对咱台湾文化，一个咱做囡仔这个回忆吼，足真心足。用心在收集，啊，甲做一个有系统的整理。来，黄大哥，甲大家介绍一下来。啊，你为什么开始收集这些有的甲无的？那是龙眼头啊。龙眼头。孤单来家，恁家的巷仔口，戆戆的蛋啊。嘿，看我这一首歌叫做《龙眼头》。但是咱因为我嘛是介意这物件，所以呢，看到黄大哥呢非常的亲切，尤其是爱咱囡仔吼，咱啊厝内有电视哦，已经不得了。顶头阁有一尊咧大童娃娃，哦，伊是咱台湾即卖收集到上收集，差不多位头前到后边哦，也有编号的，上完整就是伊啊。哇，值钱呢，真的。来，哇，这才是几年？六十四的，不，六十四不是六十四年对不对？爱加七，对不对？这是民国年，所以民国七十一年。就是六十四号，对，数字上面加七啊，对，你那消这物件消到这严重些咯，也够差不多啊，跟你差不多，我嘛差不多啦，你才几年？六十七，哦，六十七就是七十四年，啊，为什么今日炸这两只来？为什么无？有什么意义特殊的？这两只即卖无正哦，嘿，上贵的，上贵，为什么是迄年出较少呀？对，量少，哦，量少，即卖这几只炒偌济钱？这只那个石头，那个石头三万几块，三万几块，三来，陈先生，你去做车钱，我这真正伸手要甲摕呢。伊个餐厅内底，唔是讲你会当看到这鸟，伊个将迄个爱国奖券，吼，迄规面壁爱国奖券满满满安尼啦。
哎，每一期拢有无同款的，即图片、即画面。较早还讲像用画，用画嘛吼，还有故事来滴。对啊对啊，哇，什么24号啦吼，什么36个啦，什么72遍哇，那种故事的，哎，那种故事的啦。所以呢，你是足有心的人啦。嗯。系啊，哎，餐厅生意好不？哎，托你的福。我先托我的福。托你的福。再托我的裤。不要黑白讲。哎，欧阳大概都拿来代办了。先说探听一下，因为咱电视袂当做广告。哎，第一敦化南路，敦化南路袂咱讲超清楚，但是后边遐嘛，哎对，八条路啦，唔能够讲啊，迄边外口拢搭砖啊，迄种对不对？砖啊油，砖啊油嘛。大家你讲袂使讲超清楚，啊你今仔日用这个怀旧精神，咱来点一首歌。好，人生一首歌。拄好，阮两个咧边啊听，我感觉因两个唱歌真正好听，真正高潮。恁两个歌声其实大家听过就不会忘记。江老师，那伊哩伊制作人的感觉，因两个应该继续合作。哦，当然，隆重的来自我这个推荐一下哈。嘿嘿，有机会来阮公司，我会多啦。啊，你有没有？真啊，我家己有出名公司啦。你之前我甲讲过，拢无影无钱，你这骗人哦！之前我甲讲啊，你啊。这个欢呼声啊，江老师这人有够给力，真的啊，对啊，而且其他江老师无计较讲啊，我唱头前嘛，无要紧，我介绍后边嘛，无要紧，拢无要紧，对，人也人袂，很大气，制作人成功，是，今天听讲后边你要介绍这一组哈，其实不只得过金曲，这一组哦，这一组，这一组，我讲这一组吗？对啊，这一组没有，两个人以上，是，不只得过金曲，嗯，而且要看两个合体，跟他一路。一炸做起来像无敌铁金刚的指挥艇组合，哦，可见默契十足的对了。你别看组合足困难呢，所以困难跟着组合起来功力很强，就对。对对对，而且唱歌非常的厉害。是，重点是只有在我们的超级夜总会才能把它组起来吗？才组得起来，那就组看看嘛。是，先两个，先两个，来，让我们来欢迎荧幕夫妻档方怡平、高向婆。
用你三位是甲安排好的呢。对啊，真的。你是同一公司的呀？啊，你们同公司吗？你怎么知道两公司？你们是两个学校的。我们这个学校就厉害。你们是同公司啊？这场面，恁两个要徛做个合唱的场面，自2001年到现在唔捌看过。哎，真的，阮得出上水的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什么呢？两个人冤家吗？感情不好吗？你来猜。这个人，这个人有什么缺点？好，你安尼，甲你分开。伊缺点伤伤少，伊就是无缺点，你也去死。比恁两个歌声，其实大家听过就不会忘记。江老师，那以你以制作人的感觉，恁两个应该继续合作。哦，当然，那真正有机会，其实我隆重的来自我这个推荐一下哈。嘿嘿，有机会来阮公司，我会讲啊。啊！不要不要！真啊，我家己有出面公司啊。你之前我甲讲过，拢无影无钱，你在骗人！你又无来报名。你之前我甲讲啊，你知道？是啊，大家拢证明吼，真正讲的，话袂使凊彩讲讲的。他拄仔阮两个在边仔听，我感觉伊两个唱歌真正好听，真正搞笑。你只要给他对的歌，伊就给你诠释甲那样淋漓尽致。是，唯一的遗憾，唯一的遗憾。洪彩丹江老师介绍讲，歌坛夫妻档。是。真正是夫妻档，大家印象当中啊，这两个无结婚真正无彩，咱讲。对啊，虽然讲开一年啦，天籁之音嘛，天使与癞蛤蟆。我是讲你，你个笑啥？咱无好会谈，讲歹听听。我要这样形容，太爽人了。太爽了。不是你到底能讲真假呢？你妈未假嘛？我这孙哦，不，我这个 size 哦，要驾驭我妈家舅了。嗯，驾驭。妈嘞妈嘞，我那个行行靠就是不离个大肚，跟他卡拉车嘞哦。卡拉车。卡拉车。问正经的呐，那真正讲要叫你叫我搞相碰你袂嘛？咱讲正经。哎呀，不讲要娶我啊！我总袂当家己自我，讲啊，你要甲我娶安尼？不是的，我就讲有一天伊娘甲你开嘴，你会答应无啦？我爱想者，爱想者，太熟了啦！我有咧讲使神牛车了，再靠我。空吧空，空空空。哎，还懵懵了诶，懵了诶，我一定打波没懵了诶。来来，就来来来，没酒没酒啊！那有一天伊真正讲要嫁你，你愿意娶伊无？伊都先讲过伊的 size， 我这两只年瘦，干嘛都摸？你免摸啊，太用力了啊！滚
滚啊！对啊对啊，啊你哪里袂赢？搁插两支铁旗啊，用胶的。顶风上阵。对啦对啦，啊搁熬唱歌，对不对？来，要试验一下吼。嗯。那个江老师即马开唱片公司咧挖角。对啊。你右手边那个也很响。哦，你来上这部戏，因为我主持几年哦，两年三年啊。拜托，这个位十五岁唱歌，起码无人要搁找伊出招。笑，真惊个呀！我是我咧拒绝咯，哪里我未拒绝？你有拒绝？我有拒绝啊！真惊个吗？真正无方。那个哭强好不好？老辈人辈爱听曲。无用胶诶。安尼哦。真诶，我等你。安尼啦 ，test 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嗯，试看卖啊。那叫一平陪你，恁两个人我都用一个歌了，改节奏。表演一下，我听看卖。我两个，阿姨要跟倒一个安尼吼。无，按你先显示你刚讲的到位。如果對對對對如果三个拢未歹，就做回来啊。做回来，五个拢未歹，就做回来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是啊。这我有机会吗？是啊。你现在最近赚遮济啊？直接准备来开就对啦。你不要讲，我若要害这个人，你就叫去开唱片公司。等住高代，等住高代，咱来主宾，主宾为怀，对对对，爱给大家机会。来，两位女士请一位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含泪跳起来。哎，你们唱的什么？江老师今天是要来求人才嘛？对啊，要出唱片呢，这不是在出唱片呢？先安排一个正常，我来找问安尼好啊。哦，我有机会，无我个碰过再出唱片。无啦，一个西一个孙呀，靠，都无机会。波牛交代，主笔为怀呀。是啊，很牛，要管唱片也出。哦，这错，主笔为怀。你这个看到谁？想要抱你抱甲安安安，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。莫问感情有人，有人予我心乱，无爱无分无怨。今嘛吐甲这凄惨，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，我嘛犹原不惊，不惊人情冷暖，阮的双手有你牵，惦在你的身边，也予人知影，一喊就出你跳恰恰。注定有两只猫在哀哀叫。一个三只，一个三只的。一个人。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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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妹妹到顶来。你这个开中青会啊，所有拢好请来啊，哎，这个节奏要耶耶耶耶。耶，来，好难哦。就能为 OK 吗？哇！那个江老师讲明进行耐心听，放那个方向盘，方向盘，方向盘，方向盘。你也感觉安怎？这两位？欸，我都在看这两位哦，这边跳舞的是各有特色，但是有一个较小。伊嘛？啊？穿黑衫的。真个？哎呦！哦，伊就是。啊，我今日在帮谈。哎，你是要来聊鱼啊？现在流行了。算你内行，这晓得。我主要是要听那个气味的嘛。气味吼，爵士嘛，爵士，我爵士迄个味道应该是放一瓶较有啦。哦，哎呦，你想过晓，你要调几级啊？你哈哈的。伊那爵士不是调式的呀？哦，你尽量爱分清楚，就会看。调式都，我们还会自由式哎。不是，你有看迄个抒情的温暖，因为江老师很有魄力，不公平。来，就这音乐来讲吼，其实爵士的物件是唱一个 Q 开口。唱一个感觉，我有吧。所以可丽的调嘛是调了都好呢啊。哎呦，然后芳姐呢，是她的拍子其实真正唱了袂歹。哎呦，所以坦白说各有特色。来讲爵士改编来讲，两个拢唱了足好。所以两人其实拢有机会。对啊，虽然无，我问小邓姐，因为江老师今天是要来扣人才嘛，对啊，代表出唱片的呢，这不是真在唱唱的呢。先安排一个正常的歌来走，问安尼好啊。哦 ，OK， 我有机会，无我个碰过才出就无啦，一个西一个苏呀，靠个无机会，母娘有交代，主必为怀呀。哦，是啊，对，现场要灌酒瓶也出。哦，这错了，主必为怀。这个太多钱。来，我咱查甫唱一个，表演一个。像，无啦无啦，先用一个歌先过一个，点咪咪情绪小改变一下。哦，先定一下这个四个定位。缓，定一下，你给我定。我这样无定，你先定。你定，什么歌？你来定，你定者。好，定者，定者，海波龙好吧？啊，你来纠结，纠结，纠结。看，多一个。可以吗？啊不，安尼，芳姐，你老赢，你不要纠结。我是真老赢的啦。哎呀，我很忙哎。咱来去边边买物件，当我吃啊。干嘛？老师，你要同手同脚哈？不是啊，你他阿你叫我干啥？因为我不是看这边，我跳我家己的。阿姨讲无，阿看你一边，结果你一边跟一边佫无共。你有做编舞啦？同意。不，有没有看你看？哈哈哈哈哈！走路真是困难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过去。刚才这个江志峰也跟这个方怡萍，相信起码苗可丽心内感觉无介好。对，你听到这方才讲啥哩？有盖未爽，盖未爽。我是有啊名嘞，看到你叫伊善了，起码钓十波啦吼，冇好人家机会嘞吼。老师你好，啊，其实我对十波嘛最有兴趣的。重要吗？不是啊，这是咩呢？不是啊。你卖误会啦，我拢误会，我就认真咧。你卖个表情，跟我讲嘢。我知影啊。我叫老师去算啦。啊，好啦好啦。是。安尼啦，如果是迄个该节奏嘛，老师出一下题就好啦。啊，无安尼好啊。咱改一下速度诶。速度。紧诶变慢诶，慢诶变紧诶。是。而且会使跳拍。啊不。本来四分之四，即马变四分之十倍。确定。不一定啊，实在难讲啊。真的。哦，真假？诶，曾老师听一个谱啊，一个。大琴大个，这曲四人捌听过四分之十八。我来讲，该速度正常，依照什么72转、86转、105转、368转。哎呦，听起来你看他足厉害。专业呢？变来上简单的啦，紧的改慢安尼就好啊啦。紧改慢。哦，这是种考验，好不？嘿嘿，你那位律师声较边啊？好，就这样给四。安尼吗？咱四个，安尼三是咱四个男士都对啦。对，安尼唔知我都分出这里。哦，分出这里姓白。老师，你看什么挂号？啊，无安尼。咱来选就大家拢要唱的，山顶乌高兄，紧嘞，变起来哦！哎，下来！干嘛？老师，你要同手同脚哈？不是啊，
你看有没有上台去？该上台去。好了。一左脚，二右脚，好不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以前嘛以前嘛不错呢，以前嘛还行路才是困难。请请问的六脚跟七脚去看，原地踏步走，一定啊啦。行行行，哎，阿你我不会唱歌啦，因为你在行路，我手在下骹。阿你我想要咱当时在拄到伊，不是啊，大家一二一二分得清楚嘛。好了好了，你们知影吼？预备，山顶，左脚，哦，高兄，请走。一个乌狗兄，伊是无张的少爷，头早到暗真打拼，目睭开看开山顶，嘴念伊拢拢会歌声，头日歌声念袂停，伊的歌声真好听，谁人会念解出名？恁两个先回去，咱来开演唱会。哇，你们讲的四骑士哎，真的吗？哎，江老师，干不干的？谢谢干不干的，其实感觉很好呢。你最近听他吹，听出我大家听，把你录音录落的。哎，但是讲比如那个不准哦，哎，因都还是齐唱，对吧？哎哦，啊，大家慢慢啊来合音，合音拢我咧唱，迄个也无唱。快走，我唱合音。你讲合音，师兄你有唱吗？你现在唱我的合，你听，来。用啥东西可以叫亲戚？你唱啊，孙耀，哇塞，这马上对。一起音咩呢？一个音这马上对。一音我困难呢，在乐理里面这是对的。但这是上基本的，上该拍听啊。上该拍唱的啦。哦哦，不，上该拍唱。老师，别因为这样代志吼，失去了信心。来来，过来就要考和音吗？哦，和音，用两步的嘛对。OK， 我两个一步。嘿，对，恁两个一步。啊，我吃亏呢。为什么？你拢一个音还叫叫叫？没啦，你三个一步，我一个一步了。你两个一步，我两个一步。好，啊你歌跟者，我都合音没唱。不然安排一首，这个我非常喜欢的首歌。系，你是我的兄弟。哦，你也介意我的歌？啊，当初我是制作人嘛。啊，这个专辑你制作的哦。制作，你那叫搞叫才华。是吧？你袂当因为你跟我讲对就讲这种话。我一定要跟你，我一定要跟你塞那，因为我跟他一样，一音没念。各位，两边合音的部分，我是一部，你是二部哦。来，你是我的兄弟。出开，你若欢喜我
就爱看好戏，事业袂顺时转头去。朋友有诶，才会来作对，你来替我我的经历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可比亲兄弟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无分我也你。啊，咱若有代志，互相来扶持，因为你是我的。亚洲我都要自己发明啊！你嘛拜托诶，你第几步啊？我不一定啊，第六步。你咧散步啦，唔得惊，都会去啊啦。你两个，你两个一步，我两个二步。我今日先往北步，会有互刮两遍吼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可比亲兄弟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无分外。真正有代志啦，那无代志别哎呀再大声。哦嘿，你注意你注意。我注意。你有代志哦。咱是兄弟情，无分外。你都要继续唱，我唔知道我都演。啊，你若放走，我都要自己发病啊！你也不是无去唱。你两个都。咱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可比亲兄弟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无分我呀你。啊，咱哪有代志？真正有代志。那个代志别哎呀再大声哦嘿哎，你我注意声部，你注意你注意，我注意。你有代志哦。哎，这个关照好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可比亲兄弟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不分我呀你。啊，咱若有代志。互相来扶持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可比亲兄弟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无分我呀你。啊，咱若有代志，互相来扶持。又下班，我你讲，那无我滴个吼，大家都无，大家都唔知可能挂唱外号。哎呦，我是感觉咱六个人非常有缘分啦。哎，好，今天规个感觉足好。是吗？江老师唱片公司要甲咱总签起。对，哇，不得了，爱开真侪钱哦。不住，不牛自闭。但是我个人有建议啦。是。咱的公司也在多元发展嘛。是哦。比如讲咧，除了唱歌以外，还在拍戏啊。对哦。啊！你还赚够个钱，差不多。对啊，电影你嘛拢无问题啊。无，你会甲咱倒盘的。好吧，我还很气看嘛。好，安尼哦，搬高中的好不？高中的出久无看。啊好，来，来搬一个。啊，唐伯虎点秋香。哦，好不？咱多四个男的，多觉得江南四代在住。啊，水。嗯，东北好吼。我东北好。无，江志峰老师。你安尼比较起来，我还是要给你安尼。好，阿仔人个人啦，吼。伫高雄门甲放一边个烟熏歌声了，东北虎点秋香马上开始来烟熏唱了。
咱也运。为五情的落去黄昏，雨水伤痕，一寸又一寸，怎样你搁才会照？江南四代在做，江南四代在做，请你发音发落清楚。我的四个兄弟考虑了，决定要点秋香，四个都点。啊！哦，你哪会这么爽？我先点咯。点，我先点。啊！阿玲，我本来点一个。啊！点的啊，你搁用话？我阿玲是啥物毒品哦？点秋香啊！感谢，非常之感谢。在下自我介绍，在下乃是江南四代在主之文征明哟。我是一个文人，一天也无吐丝，无做丝，心情多多。从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第三句啥物？丫头，低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今天甲我另外三兄弟在这个溪边来约束夫妻，因为这位姓董的兄弟感情稍微出问题，到底出什么问题？我迄个姓赵的兄弟来来告一遍。哎呀，小兄，哎呦，你是道丁吗？哎呦，什么我道丁？我今仔日今天要来，大家好好自我介绍一番。请聊。小弟姓祝，叫做祝基，祝基祝基，祝基山。但是我这个祝基山无好笑，我阿公较好笑，我阿公叫做祝基怪，我阿祖叫做祝基车。我那做的阿爸叫做祝基阿兵，祝你五是你什么人？系我阿伯，祝你快乐，系我阿叔，祝你一路顺风，系我表兄，祝你高中状元，系我太祖，是，表兄，是，咱身为江南四代财主，系，出门应该拢会吟诗作对啊，是的啊，啊，今天呢，看到这个秋风微微，阿伯来啊，这个明月高高挂。要来吟唱一首《月落乌啼送晚天》，江畔戏歇对秋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叫客人，不叫人客，到客船。嗨嗨嗨，青菜青豆啦，果然是载歌八度。哎，载歌八度哟，我带你乱乱。嘿，今天因为咱迄个东叔兄，敢若有感情上的问题，对啊，所以呢，咱的所有的兄弟咧，爱来遐个天度一下。是，我来介绍迄个咧周兄，周兄最近哦，感情无讲介顺利哦，因某呢吼，伫外口出一寡问题，所以伊地顶无啊，来来来，有请周文斌。啊，你看，你看咱地一个青色的无啊，真喏。心情无解好，哎，拄着东北好，周兄请聊。自我介绍，阮是四代
宅主，四代啦，四代。四代，四代，四代是中医，四代宅主。嘿，我想斯文一点，较无啥会通讲话，逐天心肝闷闷不乐。但是今仔日呢，哦，阮这两个兄弟啊，真敖讲话，吟诗作对。是的。但是我这个人平常时啊，会通唱歌尔啦，其他拢袂通讲话。那么来介绍呢，阮其中一个。直接跳过。金丝作对，金丝作对。天上的明月光呀，照在那窗儿外。就是这个。啊，对。谢谢谢谢。这周大哥头壳已经弄歹去啊。这历史的无啊，怎么？我跟你讲，我容易一错。对，今晚要由你介绍。我来介绍这位。就是咱四个兄弟当中上界缘投，哎呦，上有学问的，水水水！我来讲，伊人无简单。你也看，逐恁所拄下恁所念的拢无算算啥物，伊上好了，即马是我来介绍者。哎，咚，背后，咚啊咚，咚咚背后，拍拍只拍嘞。啊，看今夜的月色。我嘛来吟一首诗好啊。离开你头一天，心烦意乱如苍苍。离开你第二天，心底石头这么重。离开你第三天，忍受痛苦甘愿。第四天，啊，爱恨交错，甘是错乱。第五天，李平，拍歌，那是你的歌。吟诗作对，你竟然用七天来念啊？七天嘛是一句诗。东兄，咱四个都啊，村里也未娶某。哎呀，现在特别介意迄个花夫，迄个秋香是安怎？哎呀，这三位兄弟有所不知啊。兄弟是啥物？雄雄拖去台呀？不是，兄弟，三位兄弟你有所不知啊？请坐。这位秋香啊，是身材，咻咻咻咻咻，伊是叫减体着呀？不是啊，什么咻咻咻咻咻，身材好啊，而且咻咻咻咻咻。哎，小弟了解了，原来东兄日思夜梦的秋香，就是因为和你介个安尼食袂落去，困袂落去，哎呀，所以你介，一直散去，一直散去，安尼今天咱就约好来，真来花富提亲，你看安怎？哎呀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启程。看恁的眼神，恁当作我是秋香哦，不是啦，我是花妇的花夫人。大家讲我们这个秋香，那真正不是我在讲，伊安尼身轻如燕，婀娜多姿，人讲迄个吼，胸坎是胸坎，脚床是脚床，腰束内托脚床就阔阔。现在伊安尼三高，我后尾烦恼是，迄风一吹就飞呀啦！我安尼逐天甲高调调，我都是惊伊吼去互骗去。对吼，啊秋香啊，秋香，哇，最近拢唔知走去倒，秋香啊，秋香，妈妈，你敢真正？秋香，妈妈哟！哎呦，奈安尼？啊我，我昨暗看到你，都唔是安尼安尼，今仔日是暗变安尼？我是乱啊，是乱哦，我狂吃啊！哎，都变唔知安尼，咱若是乱真正诶，狂吃不是办法啦。啊，宝贝，我著甲你讲啊，本来用用变来高级。安尼啦，我来讲，今仔日哦，是哦，迄个江南四大财主，江南，江南，
卖我袂讲哈。江南四大财主啦，江南四大财主要来咱家。哦，歹势，莫怪你过袂出去。一句话都唔好我讲，啊，你讲，讲话安尼咁。哎啦，你喏，看他们来南岛提亲，我拜托你哦。哎哎，妈，我袂讲话。我爱缩小腹嘛。哎，缩小。啊，我说啊。好了，还是说一下啦。说了，好，看他来，你都乖乖啊哈。我可以。哎，来来来了。嗨。加油。伊拉小姨妈。我还袂动门个啦。安怎安怎？明已经来到华府了。哎，华府啊，是这个客户兄。是，你也看到秋香，今天一定该处理掉。这简单就处理掉。你无看你兄弟安尼艰苦过日子。是啊是啊，今晚来看你。对啊，你这里烟斗你免烦恼。锵锵锵，有人接无？啊！原来苏大才做成安尼啊！啊，你来啊！是是是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。就你是啊，我。你秋香。伊妈妈。秋香的妈妈都这么水，秋香一定冲，真正是国色天香咯。你不听讲秋香扫落叶，哎，好，感谢呢，那是秋风啦。哦，是啊，那是。哎，我是我当真的对啊。啊，我那是江南四大财主。欢迎欢迎，请你发音发落清楚。江南四大财主。哎，欢迎欢迎。是，就问秋香姑娘，可是有爹吗？啊，有爹有爹，来你来坐你来坐。哎呀。这是可喜可贺啊！人来了，来见客。嗨，康邦啊！哎，对对对对。嗯。啊啊！这位是秋香姑娘。啊，秋香，秋香。江湖中传说秋香姑娘那是婀娜多姿，为何这么高？我有缩小腹了，我经常缩小腹。翰林，翰林。你注意。你真正是秋香姑娘。是啊，我杨贵妃。你杨贵妃，江南传闻，你的婀娜多姿，竟然这么一大一株。哎呀！来啊来啊来！啊！总比后发如威咯，有够恐怖。想当初，江湖传闻，秋香婀娜多姿。江湖未准。啊？是倒一个人叫江湖，甲叫出来。江湖讲的哦，不对，你看你安怎？你看你就开。我介意无？我介意无？我起码哦，一个人咧。你怎敢讲是安尼啊？不钱哦，我搁专注看一摆。是。奇怪，伊老母头前哪有一片壁？你头壳一个壁咧讲话讲几波？你乌白讲，我看麦。你讲你讲。唔是壁，是山仑啊。山仑啊。无啦，这阮秋香啦，安怎啦？刘丽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哎，安怎安怎？咱身为江南四大财主，啊，这边安怎啦？咱的名声，是，咱今日点秋香文化无点就等，安尼传出去，咱无得。啊，老贵老贵，上无爱有点者，对不对？点者点者点者，我来点秋香，我要变哪点？嘿，华府迎接了。对啊，哎呀那。根据我那四个兄弟考虑了，决定要点秋香。啊，真的啊？是。所以你今天来要个点咯？没错。要甲你点，要甲你点，好啊好啊，请慢用。你敢知啥物点？啥物人要点？四国中点。啊？哦，你哪会这么爽？你哪会讲？四国都去给你点嘞，我真很可怕。你四个拢点，好啦，阿伯，阿伯，咱就开始点咯。安尼我先点咯。阿伯先点，来。哪点？啊？啊？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，哪里啦？无想到文清明点的那所在这么好，阿你我们来点一个好。啊？哎！哎！用点的啦，你再用文，我来点你啦。哎呀，拜了。啊哈！哦哪呢？哪呢？啊，阿娘。上好两位。你好大家点好无？拢叫我两位好兄弟点去啊！你准备公司我来笑到倒。你先点。别跟你话，点吗？放心，我将有良心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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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出去见啦。哎呦，哎，你别安尼啊，你当你当比好呢，啊啊。哎呦，我阿妹是啥物当比好？点秋香啦。历史上的东北虎点香就是安尼，啊，人生就是讲一出戏，赶快卖计较遐济嘛。Oh yeah。